你看这人呢，黑压压的。我也在发烧啊！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。要怎么搞啊？我给你们看看现在这医院是什么状态了啊，已经看见了吗？这是医院里边啊，家里有孩子的能不出来千万别出来。这个事儿现在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要严重，知道吗？真的非常非常严重。看这里边，现在这是医院里边已经什么样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这跟他妈生化危机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。不知道这是叫号啊，还是排队？叫别个病人到这里站站几个小时，那不是互相交叉感染？你就叫号就叫号了。